第一桶金就松緩。第二嗰時，我同大家講過，第一桶金咧就係永亨銀行嘅董事長述我咁。所以大家年輕人，如果你出身冇幾棟大廈，老豆交俾你嘅，首先你有信用，你嘅信用咧就要同自己交代，唔係同人交代啊！你小心啊！大家靠緊重，你自己都唔肯信自己，自己都唔肯守自己嘅承諾。我讀書嘅時間，我就要完成我學業噶嘛。你唔肯完成个学业，即系对自己冇信用啦。你攞紧咗老豆老母啲钱，即系读书还紧到尾，走去 hea， 乖要揿机，乖玩游戏机，咁咪扑紧咗筋。即系你将上帝俾你嗰个信用本钱咧，你一手吹捻毁。咁你再行出嚟社会，边得我信你啊？特别我哋国内啲做生意嘅同胞啊，啲企业家，屌你食餐饭都百几十万，嗰啲咁嘅装修数啊、小儿科数，屌你尽查一阵找捻咗俾人啦，拖嚟替死啊！我哋又跟呢啲咁嘅大老板学一样嘢，逢有单嚟咧，即刻找数，即刻就要开票，费一时隔夜添啊！我争晒银行好捻过，起码你第时同你做嘢都爽神啲啊，大佬，即刻水磅啊，啱唔啱先？